咱们准备出发啦！大家好，《杨絮游记》房车环游中国的第310天，现在总的行驶里程36656公里，这么多六啊！今天咱们离开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去往下一个目的地，很期待的一个地方啊，世界排行第一的温泉瀑布。今天不一定能到那儿，路上也是应该极好的。这是在琼海旁边的停车场待了2-3天了，48小时20分55块钱。好了，景区的停车场很合适，这种窄的路其实很短啊， C 型房车进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前边航天大道，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嘛，航天城也是一个。今天咱们应该能够看到城市的边缘啊，此前并没有给大家拍西昌这座城市，瞄一眼咱们。前边就是西昌市了，列位，这可是在大凉山的地界上啊，城市能建成这样已经相当相当体面了。看看高楼大厦，前面还有万达广场。刚才我看到一个路标写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查了一下，老厉害了，是中国第一座民族的博物馆，1985年建成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反映奴隶社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必须得看一下。反正不着急，咱们走去看看。它这博物馆是在半山腰，有这种电瓶车可以上去，5块钱一位，省劲儿了。已经到了背靠庐山，刚才那个车呢其实还能往上走，到达庐山有一个叫做光福寺的地方。而这一侧给你们看一下啊，琼海啊，俯瞰的角度，要不是停下车还看不到这个角度啊。前两天呢咱们是在琼海的东岸那边，现在咱们等于跑到琼海的西岸了啊。而这一侧啊就是西昌了，泸沽湖的一部分其实也属于这个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的地图啊，咱们现在在西昌，这边就是云南了。彝族在这边的人口200多万，占整个州人口的一半以上，是有自己的文字的。到这边以后，交通标志上都会有这种彝文。现在这种全息影像在各个博物馆里边还挺普遍的啊。啊，中国的彝族据考证呢是来源于古羌人，而凉山这边的彝族呢实际上是从昭通那边迁徙过来的。其实西南这几个省份啊，彝族的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不看不知道，你们猜猜这个奴隶社会制度在这个地方持续了多久啊？2000年前开始，应该是汉代，一直到1956年，没错，1956年当地实行了民主改革，才把奴隶制彻底的废除掉。这我以前真是不知道。既然是奴隶制度，肯定有严苛的等级了。看这一侧，一共是5个等级，前两个是统治阶级，孜穆占总人口的1/1000，讷河占6.9%，汉语称其为黑彝。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有一个云南的朋友，当时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彝族，还说了一句是黑彝。啊，我才知道是统治阶级，所以我刚才呢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是的，是这么回事，而且他们那边管这个叫做罗兀彝族。以后我得拿这个事儿说他，这家伙。而这三个呢，实际上在那
个年代，那个时期真的就比较辛苦了。具体有多辛苦啊，这儿有一个事情可以看一下。一个哥们儿在15年里被转卖了11次。看这个吧，1941年10月第6次被转卖，主子就觉得他劳动不好，在美姑县给他卖了，价格呢是1支步枪。再看这边各年龄段性别的价格啊，哪个最贵呢？19岁的姑娘30到35锭最贵啊，这什么原因啊？还有25岁的姑娘也不便宜，是不是生育啊？我胡乱猜测的啊。最便宜的呢，40到45岁男子，1到18岁男子。哎呀，哥们儿，我好像也不太值钱啊，不太值钱。哎呀，说真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并不是像之前咱们去三星堆所看到的有那么多啊这个珍贵的文物，它只是很多的是这种文字和这种图片的一个展出，但确实是让自己了解到了这么一段特别的历史啊。我刚才在博物馆里又了解了一下你们民族的历史，你说你作为统治阶级，下次咱们见面是不是得表示一下啊，对不对？这么说好啊，给他发过去了。哎呀，看他怎么回吧，咱们也继续走，下一站。哇，这下山的路上还有一群小伙伴呀，你们挺潇洒呀，不把哥们儿当回事儿是不是？真把我当成被统治阶级了啊？对对，跑。瞧瞧，还跟我抢路，这家伙，哎呦，这个挺大呀。盘山路休息一会儿，这刚好有个卖菜的，看一下啊。接下来几天咱得自己多做点饭了。怎么卖呀、啊、这白菜？2块1斤。两块，这个呢？1块。好。我都没钱干不完银了。啊，这怎么卖呀、啊？1.5元。1.5元。好。那个您卖吗？卖。啊，那怎么卖啊？2块1个。啊，2块钱一个。嗯嗯，是。啊，那您一给我来一个，我尝一个。给我来一个。大娘，我说您这水我能往车里加点吗？他说那个水可不可以给车子加点点？能不能加点？用点你的水。我看厕所出门不错。啊？厕所出门不错。没听懂，您说什么？就是能喝吗？喝可以是吧？嗯。哦，那就没有问题。这喝。啊。就这里加点水。谢谢您啊。我这属于典型的买菜蹭水啊，列位。大娘，您这生意怎么样？一天您能卖多少呀？1200块。1-200块。大娘，加好了啊，给您3个酸奶。啊，那去。您也给您吧。你去了。我走了，谢谢啊，拜拜。走，继续赶路，小飞仔。亲热一下啊。我跟你不应该制造感扫码表达爱，试探未知和未来，相信那胡言一拍，当天空暗下来，当周围前面右手边下学的孩子，这边是没有校车的，都是从镇里边自己走回来。看了一下，其实从镇里边到这边村挺远的。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别说啊，这路上买的这个烤土豆蘸上它这辣椒还真挺好吃的。
有模有样，有模有样。嗯，饺子、橘子、牛奶，生活嘛，必须得体面有仪式，对不对，六位？干杯！啊。那头也不抬，那因为不想告别，就悄然离开。